包。哎，两个小的，都不用。哎，都可以。宵夜时间，真的，现在凌晨2点多，然后有那个很棒很棒的朋友送完两碗欧阿米索。妈妈，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？哦，香菜，香菜啦。为什么？好好好，那拜拜。嗨。你怎么还没睡？在吃东西。放假嘛。对。对。宜安路的欧阿米索啊，就是其实在中永和的话，其实也算是蛮有名的这样子。那因为我朋友跑去吃这个，这么烂啊？没有，那是蒜味，不烂啊。好，那就不要喝。我刚刚讲到哪里？中和。因为他其实他开比较晚，他开到凌晨3点，因为很少，因为其实欧阿米索好像都是开可能下午那个时间吧。然后就是他开到3点这样。对啊，蛮多人哇，这个醋他没有那个，很容易失手。他的欧阿米刷里面有鹅啊、大肠，但他不是那个，还有肉羹哦，还有肉羹。对，他是大肠，但他不是像那种，他不是那种。它不是那种深色的那种，就是它开比较晚，它开到凌晨3点，然后它里面有那个蚵仔，然后大肠。那它大肠呢，不是卤大肠的那一种。哦，它是比较就是感觉好像生大肠直接下去的。对，感觉。对对。然后还有小肉羹，你看小肉羹。很小肉羹。很小，它比大肠还要小，比蚵仔还要小。啊，但它蒜味是比较重。嗯。对，它蒜会比较重。加点辣椒。那我们就是自己加自己醋啊。自己加醋加辣椒。对。其实它已经算蒜味蛮重的。我觉得你醋可能要再多加一点，因为我刚刚加这样子量的醋，我觉得没有醋味。要不辣椒？要。啊，这个是我的量啊，等一下，两滴是我的量。那因为他开蛮晚的，刚好有朋友在吃，对，就送两碗嘞。好人啊，真的，对啊，很辣哦。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加醋加辣，我说不用。我们家有醋跟辣。哎，但它其实也蛮贵的，像我们这是小碗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是45元。哦，是哦。嗯，然后大碗的是65元。你也知道，就是朋友送来的，我拿多少钱？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。嗯，他从上午11点就开始哎。两班吧，可能有两班轮流吧。有没有可能？他上午11点开始。对。就到了。什么东西？不行，在这边。也没在睡觉。没在睡觉。等下去睡一下，你就可以进去啊。干嘛？好。然后他是从上午11点到凌晨3点，所以它的时间非常的长。12、13。16个小时。对，16个小时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是两班制，不然的话谁受得了？嘿，
就是一直这样开啊。对啊，就是所以他们需要两班的人去轮啊。但我觉得面线的味道蛮重，所以加醋加辣其实没有很明显。哦。我蛮久没有吃面线。嗯，那大肠好肥哦。嗯，而且都不断的，你咬到一块，然后一直吸那个大肠，就连好几块就一起起来。嗯。有，还是有尾韵，有一点点辣。我看我多久可以把这罐辣椒吃完，没有期限。我觉得加我们家辣椒就是很固定。真的，目前我觉得它还没有不搭的，搭配卤味啦、汤面啊什么的哦。嗯。面线很厉害，面线要做的好吃，其实我觉得不容易。因为面线很简单，对。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们在那个就是学校附近的时候，我有去看那个在西周市场，然后在西周市场，然后你有买个面线，然后他那个面线加了一个什么东西？加了什么？忘记了，他加了一个感觉不是在面线里面的东西，鲍鱼。在路边。不是，你说是大胖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说以前是个球员开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永和这边一个，在中心街。以前一个球员开的，然后他也是推着餐车这样子，辛苦了。阿姐，我们就上次有买过一次，但他加了一样东西，我觉得蛮特别。我不记得。但是说真的，我觉得没有很好吃啦。我一般还想说，哎，那我下次去买来吃吃看，因为我就忘记了。因为面线是一个，虽然说以麦吃来讲，它算蛮入门级的，而且成本利润成本又低。永和这里还有一个，就是永和还有一家面线很有名，那它是它面线要100多块。哦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海鲜面线。就它里面有那个中卷啊，然后有虾、虾、蚵啊，反正就是一些海鲜的这样子。我最近看它有海2.0，160。那是什么龙虾？没有，就是可能加量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，多了一些看起来很厉害的海鲜。它就是面线上面多放了一只。整只的中卷，对，让你觉得好像很厉害，但是我觉得吃起来就一般，它就是面线，但是是加那个海鲜，让人家就是看起来很厉害，比较感觉比较厉害，这也是个方法啊。我觉得那个啦，是不是迪化街红面线？嗯，是不是是这个牌子嘛？对不对？还是对迪化街红面线，我觉得那个蛮好吃的。哦，我喜欢一家呢，它是我喜欢那一家是在东区那个转角口有一个红面线，它的面线跟那个卤大肠就非常的够味，因为它的面线有味道，它是红面线嘛，然后它的大肠就是感觉卤很久，就是那种很香这样子，然后它的。就是酱料比较、比较重，对，它就是走一个重口味的路线。但那是我觉得，就是我吃过我觉得好吃的面线。那个我觉得不错，那个没有，那个我觉得它的味道比较特别，嗯，就是跟我们一般吃的这种就是传统这种面线的味道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。我辣椒加太多，我的尾韵好辣、哦，我吃到。剩三分之一的时候，我终于看到第二块肉羹，还是我肉羹都藏在下面。嗯，吃到，这么快？满足，我觉得要来喝个饮料，好渴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了。今天宵夜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好。